别打妹妹别跑，妹妹妹妹你别跑，兄弟们你们给我作证呀，昨天打资源战的不是本人，营地开麦的也不是本人，真不是本人。红点那妥了，红点那个什么那个、我送嗯，全打这好玩了。我报到了，你看我这，你看我这个位置周围全是那个箱子。喂，兄弟，这两个二打一，还真不是人，还差多呢。正好，我脸上两个红。一战的真的是一战只战哦。妹妹别跑，妹妹。进 PVP 的线。妹妹你别跑。就不要说挨打的事情，我们就是打架的兄弟。小潘在干屁呀！不满意就过门。小潘不满意，真的这是小潘。是不是咖喱在刷？只战只战的输了。小潘喊起来了都，真的是。小潘保我一下，两人接上。小潘，说点一点。小潘喊起来了。小潘，点你名了，你该死了，你该死了，你被点名了。王小没得打，等一会儿。给你点机会啊，别打我，打架我走了，打扰了。然后左下角，小潘，你该死！完了。